炒菜也能做自助，疯了吧这是？自助餐怎样才能出回本？我来给你们亲身示范，今天是138元的炒菜自助哟。这些上面的可以随便点吗？对，吃完了可以再加啊。好，那咱们就主菜烧烤及点心全来。椒盐基围虾、搅黄鱼、鸡爪、脆皮鸡、铁板羊肉串、鳝鱼段，先摆一摆吧，给你们。哇，好满哦，才上了一半吧。好了，姐妹们，开动吧。铁板里面有鱿鱼，有羊肉串。介绍一下我的小黄鱼，我要开始吃鱼了。嗯，来，黄山臭小黄鱼，他记着。你记着，好了好了，你坐，您请。蓝皮不发疯，我没拿签子扎你，我就不算发疯。我跟你说，一个吃货记吃的东西时候，那真的。然后还有啥？它这个肉里面有纯肉筋还是肥一点的那一块，没肉串，哇，没肉串好吃。我这鱼不错呀，我这个鱼也不错。你不会今天一个小黄鱼就饱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哎，对吧？虾饺，肉眼可见里面的虾很多。当，好，谢谢。嗯，虾饺很好吃，比上次自助你家好吃好太多了，非常水润。徽州腊肉烧麦，糯米烧麦这种样子，腊肉味很浓，就这种腊肉在他们这边叫咸肉。很香，但是没有说很重那个烟熏的味道。他们家就是融合菜啊，哪个地方菜都有，川菜呀、港式啊啥的，感觉都能吃到一点。我比较得意这个锅贴，这个网格，这个花，哎呦，鲜肉爆汁锅贴，爆汁倒没吃出来，但是它的底好脆哦。嗯，鲜肉的可以沾沾汁儿。嗯，汇报太胖，我已经吃了半条鱼。哇，他好得意。汇报战况，我已经要第五道菜了，流沙包吧。上次教你们怎么让流沙包不流出来，一口闷。嗯，它这里面流沙没有很多。这是奶黄包吧？奶黄包，奶黄包，奶黄包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长得像流沙包的奶黄包。还好，里面馅料也很足，还有甜玉米酱。你好可怜，你在这边就是守着一盘鱼。然后你再看看我要享用这个了。虽然他们家精致为主啊，但是每道菜其实分量都还不是特别小，但我觉得这种自助呢，它其实小一点是好的，就是大家可以更多尝几道菜，而不是一道菜像东北菜似的满满登登一份量，王总一半份吃不完，人家还得扣了钱。椒盐基围虾给你们看看，噔噔，香辣老干妈凤爪，不是虎皮的那种，但是感觉非常的入味，油光锃亮的。好脆，鸡爪是品质非常高的那种，嗯，它有老干妈的味儿，但是没有那些辣椒什么的影响口感。嗯，这个虾可以直接带啤酒，肉很厚，而且虽然是椒盐的，皮也是酥的，但是它里面会爆汁。快来一个，很脆。能听到吧？咔咔酥，哇，这个虾，你就咔咔嚼，嗑瓜子儿一样。嗯，我要吃这个。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，用他们家名字命名的脆皮鸡，哇，里面鸡肉都是焦黄的这一种，能看出来皮油光锃亮的脆吗？可以蘸点这个汁儿，呜、
真是类似于梅子酱那种口感，它这个肉蘸酱有蘸酱的好吃，不蘸酱有不蘸酱的好吃。然后这件皮咔嚓咔嚓碎吧，而且它除了脆脆的皮，它的鸡肉也好香。这个鸡是真不错，这个鸡一会儿可以再加。哇，这个鸡还在冒黄油哎。他们家限时吗？哎呀，几点就不能再点餐了？到两点半。一会儿问问他，几点不能再点了？然后他们家这个自助里面是不包含酒水的，就是要喝可乐什么的得自己单独买。但是他们有甜品，甜品里面有水果，有什么杨枝甘露啥的，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够。好碎好碎，这个荔浦芋头古老肉，这是今天的第八份儿。这是肉吗？这是肉吗？肉球，芋头，你把这虾吃了，虾凉了不好。虾不大，但是很新鲜。我寻思我头上是个什么叠菜的笔，不认识吧？习惯了，上学的时候习惯了，那些人都看见笔了。我以为你在公交车上卖过票呢。咱就把第二个给加上，加孜然羊肉串盛两份，咱加点凉菜吧。味淋鲜汁牛舌、香醋折头、蒜苗拌金钱肚、凉拌猪头肉、泰式凤爪。他说第二次点的时候最好画的跟一开始不一样，所以开始画圈啊。我已经在想第三次点的时候我该怎么画，画五角星。然后来点杨枝甘露吧，来一个红茶焦糖炖蛋，我再给你加个虾饺吧。好吃啊，好吃。来一个，基本上其他的都上了，炒鸡蛋没上，还有馅儿小馄饨没上。你好，我画圈的是又加的。嗯，刚才给我点菜那个小姐姐把菜单拿过去之后，另外一个小姐姐在那儿摁的时候，上位了。对啊，第几份来着？实际是第九份，在你刚才说的是第八份。哎呦，它是第八份啊！你上一个菜送的是第八份，真的吗？来，姐妹们，今天第八份，这是今天的第八份。来，有些东西要趁热吃，比如这个蒜香九肚鱼，哇，看上面那个金黄色的蒜。这个鱼这个玩意儿，咱也品尝不出来呀、啊，只要它没刺的鱼，我就觉得好吃。这个鱼它里面是有刺的，很细，但是这个刺呢不会影响口感。里面鱼好嫩，你看这样嘚嘚的，它都直颤。九肚鱼是什么鱼、啊、九肚鱼是九肚鱼、啊、是它这个鱼好像是那个刺可以直接吃的，那可以直接吃，好细好细。哎，你一定要蘸着外面那个蒜酥，好香哦，外表皮炸的也非常好吃。京葱孜然牛腱，看京菜系它也来了。酱爆猪肝，感觉这个好下饭哦。猪肝，我觉得猪肝是最难炒的一道菜了，就是稍微火候一大它就老了，但是呢太嫩了你又怕它不熟。反正我是好喜欢猪肝那种沙沙的口感。好嫩，炒得好嫩，加上辣椒也不会很辣，然后稍微有点黏糊糊的汤汁裹着它就沙沙的那种味道。我吧还是葱爆羊肉吃的多，葱爆牛腱子还真的没吃过，特别是外表还有一些这么多小辣椒段儿。哇，牛肉好嫩，辣椒你吃，辣椒是酥酥的，你一定要带着葱。脆皮鸡和这个都超级值得点，好吃的我要来口可乐了。菜还有一点好处就是，你直接这样不配着饭吃，不配着主食吃，它也不会咸，也不会是那种全都是调料味儿，它更多的还是食材的味儿。生炒鳝片，我其实是不爱吃鱼，但是鳝鱼对我来说吧，之前它就是一个下饭神菜。这个小鳝段处理得非常干净，你想不到它的口感竟然是这样的。这么说我就一定得尝。嘚儿嘚儿嘚儿，脆，哎呀，脆脆的鳝鱼味道。咯吱咯吱脆，
其实要按我啊，我就应该整个大碗两份炒饭咔咔盖进去，然后把刚才觉得好吃的炒菜哐哐哐的往里一倒。但是你说既然来体验了，我想还想给你们说说味道，因为确实有好多菜我也没吃过。你要米饭都未必有。有炒饭，在主持那一栏，第三排。哦。我记菜单。来，姐妹们，香葱爆、铁棍山药，这个叫什么什么辣椒炒酱肉来着？鱼行鱼干鱼。鱼干椒炒酱肉。鱼干椒炒酱肉，你看我这个脑袋，我就记着它这个。哇，这个肉它都要透明了。辣椒炒腊肉又是一个下饭菜啊、哦。又觉得吃点米饭是吧？也不咸。哇，这肉好香，油香油香的。它是酱肉，它不是那种风干肉或者什么的，它是有酱香味在的。我记得我看过的纪录片说，这种辣椒炒肉你要炒的油香，油都包裹着肉和辣椒，但是碗底没有油，这个就是。它叫葱香山药，它是葱油炒的那种味道。哎，这个当个小零食来吃蛮不错的。你要感受一下，它值得。葱油拌面那个熬的那个小葱油小葱段酥酥的，加上这个山药的脆脆的口感，那种粉丝蒸撑我也没上。我自己默认了我吃不了那么多菜，可不可以减了几个？应该不能吧。虾饺吗？对，虾饺。然后我再加一份炒饭。然后刚才那个蒜蓉粉丝蒸蛏子也没有上。下面炒饭对吧？啊，对，有跟他说，谢谢。尝虾饺。真不错。吃完了吧，虾饺？哟。都会素菜啊。我这吹了半天都被塞嘴里，你都直接给光给，是个狠人儿，真行。你头顶磨磨唧唧的，还是得吹一吹啊。是不是？很是不错。又一个下饭菜，地皮菜炒鸡蛋。嗯，是可以说是又下饭又下面，但是这个呢跟其他一比就比较普通一点。泰式凤爪味淋牛舌第二十份，凉菜的金钱肚21、22，猪头肉和海蜇，你记着22就行啊，我一吃上滋就忘了。其实到底是为了飞这几个，之前自己随心所欲的吃，但是会不会最后吃几个呀、啊、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有点太不用心了对你们，所以现在我也要记好，就是立一个数学学霸的人设啊，先从数数开始。好，谢谢。第23份杨枝甘露，第24份焦糖炖蛋。我要给你们看这个焦糖炖蛋。哎呦，听啊，刚刚的壳。哇，哇，一个不爱吃甜品的人想大吃一斤。好吃，好吃，蛋香味非常足。这些是凉菜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不管什么凉菜，你一放蒜，那个味儿就对劲儿了啊。这猪头肉太精致了，精致到我觉得还是大市场拌的那种更好吃一些。猪头肉都能那感觉，还是摊子吧，好吃。对，猪头肉本不该如此。五星级酒店的感觉，啥意思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好、哦，谢谢。谢谢。这才对劲儿嘛，就这分量才对劲儿嘛。当当，这是今天25、26，哎，你要吃一个这个，肥肥的，香香的。嗯，我和王子的比例是，我录了5串，他吃完了1串。你录5串啊？嗯，我特想拍一个网上的那个，按老婆的吃饭方式吃饭，或者是我按照你的吃饭方式吃饭拍一些。那我只能我爱你了。
他也急，过两天给他搞一起。我要按你那么吃，我得急。你按我的，你也跟不上啊。大家想看吧，下课扣一来。酱油炒饭，哦，这种炒饭啊，还得少说粒粒分明那种感觉，它才好吃。来，姐妹们，扣饭了啊！第一个，扣我这个葱香牛腱；第二份，扣我的猪肝；第三份，扣我的炒鸡蛋。第四份扣我的酱肉，哈哈。所以说这些菜，你以为我就吃两口养鱼呢？哎呀，哎呀，看不惯了，汤汁一点不能错过，四大神菜。何止他今天盘子小了，他勺子都小了。138以内，我今天吃了36盘，这一盘4块钱。带你吃遍世界各地自助餐哦。